Hello， 大家好，我是黑白郎君。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玩那个幕府二全军破敌。上一期我们在札幌这边打了一仗，但是他们没有损失太多人，而且还有很多驻防步兵。那现在对我的这个状况来说不是很优。怎么办？我们想说要不要从丹镇这个地方调步兵去支援一下。可是我这批部队是准备要绕过来打渡岛，不过现在渡岛有中之岛帮我吸引注意力，应该暂时不会怎么样。那我就去正门撒谎吧。天哪，一群笨蛋，居然打到自己的部队也残破不堪了，笨蛋啊！好，那我们这个回合差不多可以结束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就是这边有一个非常精锐的一批海军，哇，两只开阳级跟一只甲铁级。我的部队在这边没有什么，大部分都是木壳舰，所以有点棘手。那不过我把这个海路封起来，他目前是过不来，他们过来一定要承受很大很大的损失。好。哦，那里有一个，哦，放。会金凡哦，炫他们绕过来了，靠腰。中之岛撤退了，我觉得这个不错看耶，这居然直接去，哇，中之岛你他妈太屌了。我居然没有参与到那一场战斗，可恶！中之岛你他妈太屌了你！春日记，哇，他们直接打过来了！先撤，先撤，超危险！哦，这个是在北海道海峡这边的战斗。中之岛太屌了 ！Oh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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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fuck！ 他们在打那个，打我的港口。啊，糟了，我的那个，我没有放炮兵啊，可恶！如果我放炮兵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啊，用海防炮的时候，糟糕。哇哦哦，海防炮可以用，哇，碎呀，碎呀，我们的海防炮可以用，天哪，太帅了！哇靠，这是我第一次用到海防炮，我的天哪！干，然后看看对方的海军大炮在这里，然后 OK， 这批也是对着外面的，这两个都是对外面的。对，那对，不过海防炮很麻烦，海防炮会被占领，所以这两个地方应该是算是个比较好守。OK， 总之 ，shit， 最后的防线就是这里，这两尊海防炮。OK 啊，起雾，干，真的是很会选。Ready to defend, sir.
射程有降吗？哦哦哦，快，他们快开炮，他们快开炮，等一下。哦，帅啊！居然可以第一人称射击，太帅了！等一下 ，OK。Oh my god！ 调低一点，调低一点。第一个。哦哦，差一点，差一点。fuck， 海防炮太猛了！哦哦，我等一下，这不是打中了吗？哦，中了，中了，中了！哇，打中锅炉式了！干，激活啊，混蛋！激活啊！中了，中了，中了，中！没有没有，高一点点。靠靠靠靠！转转转转转。我卡起一本，这里好像两只海军想绕过来，而且还打中他们友军，自己人。他发现自己过不来，靠，至少被砸沉了，知道先锋机要被砸沉了。哦哦，我刚杀了一个人，有个人爆掉了，哇！哦，又有一个人爆跳了。Sir, your general is in terrible danger. 哦，他沉了，他沉了。海防炮发威啦，混蛋！哦，可以打到最远处的那个那艘船。哎哎哎哎！刚掐到什么？AI 被卡住哎、欸、！AI 好长，被这个卡住、哦。高
完美打中桅杆。其实如果他们是都是木可见的话，我就可以，哦，开养子，烤羊，全换高爆弹。千代田，原来你是千代田炮艇，我为什么会有千代田炮艇啊？我什么时候招的，我都忘了。顺利要成，弃船逃生啊！他们在炸，他们都到底一直在炸什么？炸这个吗？不炫，真的耶，有些人挂掉了。有人被炸死哇，烧啊，烧起来了。哦，太阳机转过来。Ship is on fire. 非常压赖的状态。我要利用我的机动力逃走。然后他要去撞边界的感觉。他又去撞边界，积木可见，投降。投降，前进积木可见，投降。
实施大吉，哇塞！因为我们的枪比较少嘛，但是我们有炮台。看，真的耶，没事不要去打炮台的港口啊。损失六艘，剩余两艘。松前帆啊，他们果然出城了。他们还有卡宾枪击兵耶。雨天，好，我想，我靠，雨天，雨天，好的，We are ready to defend, sir. Okay. 就是先布前面，拉开来。Fuck. 虽然是伐木场，那就这样啦。他们当预备队。一整驻防步兵队，一整种神枪队，弓骑马队，卡宾枪张翼队，张翼队麻烦，但是张翼队，人数有多少？张翼队目前有一批。Mm-hmm.
強くれ退却命令を待て退却倍の速さで前面没有什么在开花，完了，我们有需要神枪队的那个神枪队的枪法。哇，神枪队真的很屌啊 ！Sir, the men are exhausted. Thank you.
冲散啊，把人人给冲散啊。撤退，神枪队撤退。方面也算以少胜多了，步兵队的人数全都没有他们加起来人数多。他们如果张一队再多一两支的话，我就输了，牺牲掉一批枪技点，三批神枪手都没有。你要走对于那种工程的时候，远距离打击其实蛮有用的。哎，奔猫！公主连击，正在玩那个超抑郁公主。哇呀，三一二三四五五五批队不见了。杜导被威胁了，真糟糕。挑戦者。如果走这里的话，要走三个回合啊！我靠。ただいま参上。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兵们逼的不知道什么鬼跑过来，
花大妄想负二。那一步登天到底要怎么消啊？我的刀是帝国的ためにいつでもご命令仰せのままに移動は終わりました。直ちに到着しました。進軍します。帝への忠誠を誓っております。将軍様のために。殿お呼びで。はReady, sir. 帝国のために全員乾杯へ。帝国にお仕えできて光栄です。殿の名のもとに他に何か。红蓝，你们也是要开扬旗下全力支援红蓝。光光级，原則前進。次なるご命令は帝のために。どうぞご命令を。原則前進。既然他们把杜岛的守备队干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过光明正大登陆，开心啊！就主要是想红天守阁啊。帝国のためにこの地を奪取せい。誰一人入れるな。誰一人出すな。撤销解除工程，然后用你来迷惑驻军。然后你来训练部队，之后你来攻破大门，破袭部队成功了。哦，夜袭！哦，这我第一次夜袭，第一次夜袭。少少的，我们就会撤退了吗？隔天醒来，隔天一大早，这个他们是什么？宫前反还是松前？松前反的士兵一醒来，看向这个萨摩凡扎营的地点，发现已经人去楼空，看来是前几天的战斗消磨了太多的元素，是撤退了。为了庆祝胜利，松前藩的士兵开了一整夜的，派对庆祝。到了当天晚上，当每个士兵都陷入沉睡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个萨摩藩的士兵就从旁边的草丛中跳了出来。其实我有点想要直接用砍的，就是我想要有点雾气。好了，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射程是最远的，大门都被打开了。时候就不用担心什么问题了。这个门是他们防守最薄弱的一个点。
men are ready to attack, sir. Shh. 哇，他们还是把部队给布满满的，混蛋！这我怎么攻啊？拿什么来吸引炮火嘞？将军卫队。啊，将军卫队，将军卫队。因为这用的是后田的枪，而且还蛮强的。驻防步兵队在这里。最好的状况是从驻防步兵队这个缺口杀进去了。他妈胜败全部靠今日啊，混蛋！上面都会掉一个浮空的提灯，这个蛮好玩的。那将军卫队要怎么处理啊？到底那么麻烦呢？他们等下可能会跑上来的话，我们就一直砍，一路砍到让他们挂掉。哎、欸，什么的衣服？我之前都直接抽啊。哇，死了一大堆人，太可怕了，这个。
under attack!砍死兄弟不糟糕，哇，钢铁熊队的，钢铁熊队的那个战力好强哦。最后是场屠杀，A unit is running from the battlefield, sir.让你吃了，哇，跑了。先烈居然跑了。
可以结束。血战险阵太难了吧。哦对哦，早上要出门。晚上有。月亮天人天奇妙，那我跟他说去打撞球。呼呼呼呼！刚刚是多少？1000多人。对，我几百人，然后全灭。看情况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先回来。What the fuck is this? 我的示范到很骚了。这个太扯了吧！还好他不能登陆哎。从前剩下一块地了，现在攻坚反这个是他们的大名，所以这批不会消失。哇，北海道的战斗怎么这么的，怎么这么的刺激呀、啊？说到北海道很奇怪呢，我去那个垫脚石人家垫，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通知我那个黄金神威第十二集。他应该是有货啊，应该是有货才对啊。不行，なんなりと申しつけ。晚安。この何か。哦，这是大名哎，难怪他们居然全部死光了。看这回合先结束掉，然后再。看看吧，先结束这个回合啊！对，我要看一下这个，哇，他们全部拿骑兵那个骑兵队去那个冲锋，哎，他们是一路砍上去的样子哦，这也太酷了吧 ！That's your command， 米泽凡。お命令を。私めにご用でしょうか。现在我的这批军队压境以前呢，顺便刺死一位外国人，可怜哦。我感觉心急蛮高的，哇！戳死他，戳死他！啊，受伤了。阿铁的你，
私の力がご入り用で、ここで休止といたしましょう。我らが大義は誠なり。帝のために。お望みは？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いつでもご命令を。いつでも戦いますぞ。帝のために戦います。いつでもご命令を。速やかに進軍。啊，对，一羽，一羽这里有一大堆部队，出路也限光。当初被派到那个啊靠呀，当初被派到这个这个叫什么？还有三只炮兵，都解散掉。哎，对，解散。他三只炮兵被派到这个叫做什么去了？四国半岛，它也不是半岛，就四国岛。然后结果一件事都干不了。我想让他从青森登陆，可能要带两挺机枪。现在还有机枪可以征募哦。哦，他们是跑来打港口。亲嘴。殿、ご命令を。殿、ありがとう。殿の名のもとに、帝のために。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退避。退避。原則前進。这就是那个之前全面征船的时候，因为对方的海军杀过来，害我得要去做这个全面征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全員乾杯。どうぞ。殿の名のもとに。名誉と栄光のために。殿、帝のために戦います。大義を進めております。進軍。完了、他完了、他们完了、全部冲锋过去、他们死定了。帝にお使い申します。这个还算是比较专业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西洋教官要跑来带这一队。いつでも戦いますぞ。いつでも戦いますぞ。退位を進めております。それだけはご直ちに。それだ。進軍。而且他们的将军是不是常常死掉？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才现在才没有将军。是。好的，可以结束了。结束这一回合，然后就看看发生什么事了。移动が完了しました。
哦，空金凡打了一下那个中之岛，居然没死，居然讲他居然没死。他打了一下中之岛，然后就中之岛居然跟过去，他们居然只有骑兵哎，别忘了中之岛只有骑兵哎。应该还有更多可以用的舰队才对。引诱他们深入。哇哦，不要哦！怎么有个部队登陆？军中发现忍者，先知先觉，方能御。用哦，邻国被袭击，军事官康复哦，原来是你啊！挑战者。帝にお使いできて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殿、ご命令を。全速前進。现在到处都可以增天皇卫队了，他们完了。这个状况的话，我1000%我会赢的，但是我要享受这个胜利。殿，お呼びで。次なるご命令は。米泽凡，仙台城的米泽凡，米泽凡的海军，米泽凡的海军里面米泽凡的。不是我，しかし。なんなりとお申しつけ、もろい箇所がないか、探ってまいります。よろうれさ。完全反制皮海军实力真的很强大。帝のために、名誉と栄光のために、殿の名のもとに。被尸体把他堆死了。好屁呀、啊，妈的混蛋！帝にお使いできて光栄です。殿。海が呼んでいます。原則前進。潮の流れを待ちます。退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退避。帝のために。海が呼んでいます。过不去啦，完了！我完了，我跟你讲，我现在被我的港口轰到烂。
他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钱可以做海军游戏？我在想，为什么坏号？戳。全員の首に賞金がかかっている。後面有隻更厲害的。待ち伏せしましょう。帝にお仕え申します。後面有隻更厲害的。我跟你講，這有隻更厲害的。帝への忠誠を誓っております。不可靠。引入新事物。帝にお仕えできて光栄です。いつでもご命令を。将軍様のために。完了，攻击反应完了。ただちに我が方は将軍様のために。かしこまりました。车站的终点。我两个西洋叫完，就是只要全装速度加五，命中率加五，神枪手，军事专家，蛮勇战士，决斗效果，关键效果，射击术。我想要重置，全部重置可不可以啊？他们到底会不会培养？私めにご用でしょうか。なんなりと殿、抜かりなくことをなします。后置的部队就准备可以开出去。骑兵、骑兵、铁炮兵，不啦不啦不啦，骑兵有四五批啊，但是还好。帝への忠誠を誓っております。可以再玩一下下，大概在一个回合就可以结束。好久好久好久。得分一击，讨厌的家伙。殿、何でしょうか。拙者が息の根を止めてやる。お望みは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お望みのままに。かしこまりました。移動は終わり。お望みのままに。大部隊過来。どんどんどん。我が刀は帝のために。你该让侍从卫队发挥一下了吧。好
想看赤松灰队发挥啊，所以说这里可能发挥不到了。移動が完了しました。しばし休まれば。今は休まないと。要把我将军弄死，混蛋！每次都这样，一星的将军就很容易被那个一星的东西弄死。好，这里要把他们全部杀光哦。吸主木派成为凡属 ，no。馈赠最后一块地了吧？关税走入关税法。嗯，不是说跟英国停止吗？我觉得那些都很奇怪，那些应该都是放假的吧。進軍します。殿、目的地に着きました。私の力がご入り用で。轻轻松松。啊，他们这把修好了。哎，过半了吧？过半了还没有。
帝のために。帝のために、殿の名誉にかけて。嬉しして亡霊となりてもなお血を求む。頭が冴えねばことは運べません。拙者の力では直ちに仰せのままに。哦，大明的部队不能，不能游说，真糟糕。少主主要是，我有病。看哪子呀？私めにご用もろいかしらないか。この何か？按错了，我应该是按那个。我有病的手。啊，笨蛋，白痴，白痴。言葉の方が聞くこともあるんです。帝への忠誠を誓っておいて。将軍下来。敵を待ち伏せるぞ。それだけはお許し。この仰せのままに。奇襲をかけるぞ。奇襲をかけるぞ。殿、いつでも戦えますと速やかに進軍。殿、いつでもご命令を。帝にお仕え申します。命令を仰せのまま。哦，大群压境啊，主力全部上来了，老大哥全来了，天哪！我觉得我可以一路把玩到破台。我很认真的说，我觉得我可以一路把玩到破台。会今生最后一条路了。松前凡剩下最后一块地，米泽凡剩下两块地，宫崎凡剩两块地，战争结束了。要把琴反吧？没有，靠！然后就把他毙了，就把他给毙了。少主，他妈给我回来！我不要，这边有更棒的女人。然后他们就派出个西洋教官把他给毙了。What？他也没有被毙，他只是受伤了。然后继续跳舞，但是他又没有被笼络，搞屁呀、啊！这个少主怎么有点命运有点多坎啊？
下我们的好多部队记忆晋级你吗？不是你吗？不是谁啊？谁升级了？帝への忠誠を誓っております。这是我还以为是英国的，下面画那个会是英国。怎样？谁升级了？何なりと申しつけよ。帝のために。对，已经没有第二个女人了。什么？看到鬼吗？这个部队一直会升大名出来。私の役目を。お命令を。敵はきっと服従する。死を仕掛けるのじゃ。帝のために戦います。拙者の役目はいかに？お命令は。帝にお使い申します。La victoire. 臭英国佬，我这可是法国的西洋教官了。進軍。いつでもごめん。速やかに進軍。それは無謀というもの。直ちに。殿。哇，包围了他们。よい。到着よい。帝にお使い申します。対応進めております。这批部队走海路。直ちに移動は終わりました。的。一人たりとも逃がさ。エチオクマン。はは。帝のために。果敢に向かうぞ。栄光へ。撃ち殺せ。帝のために。一時停泊して休息と兵糧補給だ。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ういいで、港口藏在北边。全員乾杯。帝のために。誉れ高き高きことかな。拙者の力不足で殿の名のもとに。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ち殺せ。殿、お呼びでしょうか。应该戳那个外国教官的，这个就蛮麻烦。步枪命中率，哦，好了，我刚想说，他们不是都是正统部队吗？为什么要步枪命中率有关系？报告，前面发现一批米泽凡大军，但是都是隐身枪兵队，看来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了，灰烬凡也快完蛋了。下一回合就是灰烬凡最后一战。各位观众，我们下期再见。不过在那之前，我要先打打快闪，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